然后一星的弹幕说你是绵羊之锤，隔着屏幕看你 Quamp battle 的感觉像被你打了一顿。这个可能是老师吧，这镜头老师他抓得太近了，所以可能大家觉得说好像在锤吧。然后听说最近那个红雷哥有发一个微博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张艺兴队长，因为我们在群里在聊嘛，我就直接发了个片段上去，就是那个他们截取给我的片段，然后我就发给他们，我说哥哥可以请过目，然后突然就红雷哥就发了个微博。然后我还听说最近你好像是跟 Tidice 有互动吗？对，我跟他打了个电话，视频电话，我问了一下我的跨姆跳得怎么样， Tidice 说啊还行。我蛮开心的，他说以后可以来做中国做 session， 我说我可以邀请您过来为这些广大中国想学 crump 的人一起上上课，然后做做活动什么的嘛。他说他很愿意啊，我说那等疫情结束了以后希望你可以来。